先往这个站啊，佛你当那个丢球的人。好的，那两位准备好了吗？多少分钟了？ครับ พร้อมครับ耶，要二十颗哦。20ลูกนะครับภายใน1นาที哦啊，但是两个人加起来20颗就算过关，两个人加起来20颗就算过关，哦，所以其实没有很难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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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家帮他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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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样？加油，三个字。 OK， 加油加油加油。好，那如果他们两个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计时开始，认牌，认牌。1 2 3，轻而易举，4 5 6 7 8颗，7颗8颗，9颗10颗，11已经过半了，12 13 14 15 16 17 18 19，哎，19没有，来19 20，一起把它，恭喜挑战成功，我们攻守交换，虽然他们已经挑战成功了，可是我们也还是让 Gemini 他也玩一下当丢球的那个人。好，ถึงแม้ว่าจะครบ20ลูก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เดี๋ยวจะลองให้เจมินายลองโยนบ้างนะเรามาชิงเจมินาย往这里请啊โฟเตอร์就拿着篮子在那边接球好的哇塞真的身手矫健而且感觉刚刚两个人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完成了它OK 好 OK 那他们都知道知道 OK 知道了加油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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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开始。1 2 3 4 5 6，哎，六没有啊，6 7 8 9 10 11。有花式哦，花式，13 14，哎，15，好厉害，15，哎，来，15 16 17 18，哎，不看的，不看的，来。19，不用看都可以。20，恭喜成功。哎，没有，没有，哎，变成踢球比赛，来来来，好的，恭喜两位挑战成功。恭喜我他们成功。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第二个游戏是背力测验。这个呢，是我们这边非常经典的夜市游戏。待会呢会有这个1 2 3 4 5五瓶水会摆在地上，那是倒着的状态，那要让他们用这个钓鱼的方式呢把瓶子站起立。那两位要一起合作，在1分钟之内累积立起五瓶水，那就算成功了。好，排在1分钟之内，然后都连火跟他火在口上。好的，那我们先来帮他们塞一下。要怎么样比较难呢？因为觉得他们刚刚实在是太轻而易举的就完成了这个第一关的游戏。好，哇，哦，好的，五瓶水已经摆好了，那谁要先呢？来，来，开始，先开始。啊 ，Food Food， 来来，好的，那杰明来是说要让 Food Food 先。好的，都运动厉害，都运动厉害。都可以，该运动哪个来？对对，中间那个来。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彭丽亚哈，好了，好了，他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计时1分钟开始。看一下第一瓶，要站起立哦。哦哦，哇 ，so good！ 啊，拿出来反而是最难的，会不会？哦，第一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Gemini。
一二，第三瓶会是怎么样呢？这一瓶比较扁一点。哦，哇，重来。我们有一位在旁边跳舞，就跳得非常的开心啦。到 Gemini， 哎，不好意思，时间到，我回来了啊，但是没有关系，他们难得来到台北，久久来台北一次，我们要不要再给他们宽裕三十秒，好不好？芬芬，我要เพิ่มเวลาให้30วินาทีอ๋ออีก30วินาทีให้มา OK นะต่อครับเอ๊ะ还是我们就直接继续，好，请继续。三十二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没有要一起合作，反而要干扰对方。来，我们要静下心来。要不受干扰的完成了，非常棒，厉害厉害，很棒很棒，厉害厉害，很棒很棒很棒。哎，这两个游戏就是让他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完成他们。好的，那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的第三关了，在进入第三关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两位，觉得这个游戏如何？会不会很难？ก่อนจะเริ่มเกมที่สามนะครับอยากจะถ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เกมทั้งเกมที่หนึ่งเกมที่สอง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มันยากไปไหมครับง่ายแต่เราทำไม่ทันแล้วมันยากครับแต่พวกเราวัวดีไข่ดีไข่ซึ่งคือ简单还是不简单ตกลงรู้สึกว่ายากหรือว่าง่ายครับง่ายเตียนเตียนอีเตียนเตียนno no ตาเตียนอ๋อตาเตียนตาเตียนตาเตียนบัตร I am จิ๋วเต้า I am ลี่ไห่ลี่ไห่游戏难不难很大的很厉害很大的难但是他知道他很厉害所以结论就是你很厉害啊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翻译对啦好那我们接着呢我们就马上进入第三个游戏第三个游戏呢是比手画脚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嘛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待会呢会请他们先选出来说哦不用选他们就是轮流了他们待会呢会站两边那一个人比给对方猜这中间呢都不可以讲话不可以出声音那限时一分钟之内猜对十题的话就算过关好的那谁要先比谁要先猜呢帮我看他们讲一下游戏规则ก็คือต้องทายคำภายใน1นาทีโดยที่แบบ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พูดอะไรได้ทำท่าทางไ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ถามทั้ง2คนว่าใครอยากจะเริ่มทายก่อนโอเคมั้ยเจมินายแล้วกันเจมินายไม่ผ่านจริงๆ学好了เจมินาย好所以เจมินาย是做动作的人啊，对，我们俩都谈怕他一谈啊，对对 ，OK， 好，那我们请杰米奈这边，但这边呢，要特别的提醒一下杰米奈啊，帮我面向观众一下，谢谢。那这边呢，要特别提醒一下杰米奈，因为大家都知道杰米奈他有他独特的杰米奈语，对不对？大家知道什么是杰米奈语吗？啊，就是通过卢扎帕萨杰米奈，杰米汉柴帕萨杰米奈。OK， 就是我们不能讲话哦。好，那如果准备好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题目。这就是杰米奈语了。好，先来看一下第一题。等一下。Ford 不能转头，不然你这样就会看到后面的答案。ตอนนี้ Ford อย่าเพิ่งดูนะครับ หันหน้าหาแฟนๆก็ได้ โอเค好来嗯哦好来先给大家看一下哦好那这一题会怎么表现这一题呢我们就倒数一分钟计时开始1นาทีนะครับ
จมน้ำเมาทูเมาจริงหรือวะเมาทูเมาช่วยชีวิตเปลี่ยนไม่เมื่อกี้เขาบอกว่า CPR 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ครับ CPR ได้เหรอได้โอเคดีโฟร์ต์ต่อไปโฟร์ต์เป็นคนทำท่าทางนะครับโบลิ่งเซิร์ฟขวาปัดสเก็ตบอร์ดเออใช่แต่ว่าสเก็ตมีคำว่าสเก็ตเซิร์ฟสเก็ตทำไม่ใช่จะชื่อใช่เป็นชื่อใช่สเก็ตน้ำเจ๊ที่ไหนชาแล้วมันมีคำว่าสเก็ตหรอสวยสเก็ตกิจกรรมไอสเก็ตเตียนต้าเตียน正确吧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名人这一题หนวดดูสิออกไวโอลินเล่นไวโอลิน正确好的诶我们现在是时间到了吗对刚时间已经一分钟之内时间结束了他们只回答对三题嘛那我们诶回答对两题而已一题吧诶一题两题三题没关系我们让他们再继续玩三十秒，好不好？因为刚刚可能中间有点混乱了，我们再多再多三十秒的时间来让佛。他会，李白哦，白米丹啊，正确，对，他回答打羽球，没错，对，好的，接下来啊 ，OK， 阿南。他回答对了洗澡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佛sleep non grown 其实都非常近他刚刚都说睡觉啊nim 答对了打瞌睡 nim non nim 他 nim 手 nim 红 nim 1 nim nim所以有答对吗？就是第二个字一直是猜对的。Yim 不错了，那 Yim。Yim， 拉 Yim。啊，没错，打瞌睡。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Gemini。啊哟，哦哟，好，跳到去了。啊，答对，跳绳。好，我们来看一下佛等补，有点困难哦。ใส่คอนแทคเฮ้ยถามแล้วด้วยแล้ว好的我们时间对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的时加码的时间也刚好到啦那大家有没有一起跟着算说他们答对了几题没有第一排都不几号呢啊其实已经超过十题了吧徐没有徐其实已经超过十题了对他感觉很想学我这一句话 OK好，非常恭喜两位呢，顺利的结束了这三个关卡。接下来呢，就是他们两个赢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变成有一个小福利要送给大家啦，就是要送给大家可爱三连拍。